が相手になるよ。さデュエル行くね。僕のターン。フィールド魔法発動。他惹夏目吧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カードを捨てるわ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ターンエンド。僕のターン。手並み拝見。他是玩雷龙的吗？啊，他是玩积木龙的。他是玩积木龙的。我看一下他有没有阻挡十字军，他没吓到。到时候有积木龙2500在场上，因为我知道他要打什么卡组，所以开始看光道我懵逼。三哥真的什么屁牌都没打。私のターン。ドロー。皆様ご注目。モンスターを召喚。他要继续堆木，给他堆。他堆到古珠。我觉得真的跳天护眼就直接战破好了，除非他。跳一个我无法处理的东西。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私は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他应该是超大罪猪出来，或恐牙狼。他可以四星叠放啊，不是吗？八星。皆様ご注目。モンスターをシンクロ召喚。看到鬼了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
可是他刚刚是用积木龙跟光道条的啊，所以他不能够增加3000。皆様ご注目。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他如果要叠放的话，就用书盖它。さあ、ステージへ。来了。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。エクシーズ召喚。読んでいたよ。リバースカード、オープン。速攻魔法発動。他近战地，他也不能发效果啊。これで私はターンエンド。僕のターン。ドロー。哦，磁卡不会因效果被破坏。他现在盖着，他就可以被破坏。我觉得可以斩杀了。我好久没有看到 ABF。OK，积木龙，他这场没有下到组长十字军。好，这是我在传世的第一个胜场，虽然跟前面的神鹰一正一负又变成零，妈的，干，月初都是些妖魔鬼怪。